上 cos 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的。怎么说？就不管了，就让他倒，其实是我明明有个 take 然后就继续倒，最好的就是他有很多经验。高手的敬业精神有没有？有。然后我还有一方面，不如你再回来多倒一次。好 OK。 真的，真的，他摔了很多次了，因为你看那刚刚那个时候他真的倒了，他正好摔三十多次了，真的，非常敬业啊，你们有没有那个耐心啊？有了，是我的话早就一脚赢了，没有？今天人家手艺比较强，哎，你们一看到那部电影吗？看了，一些部分，一些部分，一些部分，对，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要就是给我们的那个观众一点甜头的？有，我发现男主角陈志强跟 Toss 很像，陈志强啊，陈志强，跟Toss长得很像，你这个抢来跟没讲一样，跟Toss长得很像啊，就是Toss代言，他推向来跟我讲，啊你呢？没有，就是这部电影是你们会看到 Toss 很多不一样的一面，而且它是一个讲述50年代的电影，所以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没有在50年代出生的话，你可以透过这部电影来去多看到这个年代到底是怎么样。 然后你的感情，那你们的景，因为50年代我们大家都没有看过啊，先有一点那个老师啊甜头啊，在后面让我们的观众自己观赏，好不好？谢谢两位，谢谢。